第一次出道以来第一次办见面会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第一次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哦。我们要再见，再见。23年第一次的见面会就办在巴黎啊。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吗？知道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曾经来这边打卡过的？举手。还是在这边弹钢琴。周杰伦出道23年，首度办见面会，粉丝嗨翻，挤爆巴黎百货七层楼。才在巴黎巡回演唱最伟大的作品，隔天就重返这首歌的 MV 场景，在莎玛丽丹百货举行粉丝见面会。Our star J Cho Menon， 昨天有去看演唱会吗？有。这应该算是我第一次出道以来第一次办见面会，大家有没有听到？第一次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哦。23年第一次的见面会就办在巴黎啊！这个跟昨天来比哦，昨天的演唱会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紧张的。演唱会唱完的时候，哇，非常的轻松，然后跟歌迷朋友这样近距离的见面。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吗？知道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曾经来这边打卡过的？举手。有。那我是在这边弹钢琴呢，还是在这边弹钢琴？原定开放200人，但周董在国外同样人气爆棚，百货七层楼都快被挤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跟歌迷要玩游戏，玩游戏都是不能说的秘密。对，会查他的安危。考考，对，考考这些歌迷朋友，哪一些才是真正的铁粉，对不对？大家注意喽，是不是也准备查一下他的安危？能看到表。除了巴黎见面会，他也为代言手表宣传，让粉丝疯狂抢拍。好帅哦！我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哇！你打我这个谁？这一次法国行，周董似乎相当满意，用英文发文和巴黎粉丝告白，很高兴回到最伟大的作品拍摄地，在巴黎演唱会结束后有机会见到你们，感觉真是太好了，快来看看我在 MV 里弹钢琴的地方，别忘了在你的照片中标记我。世上的热闹如此孤单。